友善提醒一下哦，拉达曼迪斯的地狱级关卡天猛星的翼龙只剩下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，打过就可以拿到这张冥界三巨头之一的拉达曼迪斯。不管你对他有没有爱啦，合作角色就是先全部拿起来。他的技能我觉得也还算 OK， 虽然现在感觉用不太到，但你知道公司是 MH 嘛，哪天说不定就给你出个人神龙的队伍来了。你们看到我影片的时候应该是剩下四五个小时左右啦。为什么要做这个提醒呢？因为这个地狱级就只开放这一次而已，之后不会再复刻，就算到了合作最后一周也不会复刻。如果错过就真的是永远掰了，除非未来 MH 还有钱再去跟圣斗士谈一次合作。不过这个几率趋近于零啊，如果这一支你真的不小心错过，你也别想拿到雅典娜了。反正合作嘛，最好就是赶快把它拿起来哦。拿的同时也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双周副本或者是那些挑战关卡，虽然他们时间还没要到啦，但是早点拿起来也好嘛，省得到最后一天在那边担心东担心西的。好啦，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讲，错过就拿不到雅典娜了，也不止雅典娜啦，这一张三巨头之一的拉达曼迪斯你也别想看到他了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去打，一定要记得去打，一定要记得去打。那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中秋夜晚，中秋节快乐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